开翻车，这有点拉稀了。这个位置真的是悲剧啊，这不可能跑得掉的。我现在还是很关注204到底有没有这个感觉。就如果说杀气是能够感觉出来，哎，但是问题是 Perro 动位置了。哦吼，这204应该不会过来。他肯定要动啊，肯定要动的。204必须要在很短时间内锁定位置，一击必杀。嗯，没找着，小鹿没漏。确实，那小左只能流血流掉。啊，打 mini。嗯，差一点，还是看近点队友会不会点。这是永远倒了。然后这个坑里面并没有人，抬了一下，哎，过点，黄一鸣在侧身，哎，但是他自己第二波开进慢了，二打一是吗？对，近点是二打一，马云龙已经来到了中距离了，第一时间能扶吗？哦，手雷直接补掉，二打二是吧？对，近点是一打二，因为马云龙还没到，对，翻过来的，他还在扔投注物。是的，这近点炸到了，队友也来了。是的，他听到了小龙那边的枪声，哦，侧身已经出手了，被闪了，被闪了，马云龙，十二发子弹先掰一个，换弹，近点。啊，马玉龙这波叉叉路拯救了队友，赶紧扶。是的，窄边窄边。问题是在于我刚看马云。确实。4M 这波是我们看活了三个下来，活了三个下来。也是打得比较惨烈，但是还好北部是已经被清得差不多了，204抢了他们的顺位。关耀系这边的话又是一个全面的换分，打两个翔鹿的，翔鹿只剩最后两人， YLG 可以考虑把这两个人给清掉，这样的话活动区会更大一些，但是他脸上贴了一对17，压力很大，还得先回头接17、17入侵到森林屋，森林屋是比较难防守的，我觉得他北边的人拉不回来了呀，就 YLG、有点难过。开车过来的话可以贴，可以贴到东那个位置， CTG 都拉人去圈边了，然后圈是一个极致北切。哎，这波过点居然差一枪，小鬼是倒在房子内的，可以扶，又锁住了，这一丝血很关键啊。是的，这个这样的话回去扶起来之后还是要先把脸上的打完，我看 YLG 已经拉了一个人回来了，他北边只放了一个看的人，北边 XLG 应该会先跟 CTG 这里有点碰撞，因为 CTG 其实想吃他们的分的。YLG 一个人打了 XLG 的，这里 YLG 有点两头都想要的话，那你近点这边打17是会有压力的。他要了一个，嗯，他是不是还是怕北边压呀、啊？因为刚才也有 CTG 的信息，但这个时候确实应该哦，来了来了，回来了回来 了，全员来近点。嗯，那17现在被锁定在这个烂尾楼里面，过点直接被围墙埋了一个，哎，这里不知道吗？怎么被这个人打直接打两个，很伤。东是被手雷放倒，远点两个人都倒了，近点这个人呢围墙边上，一时间找到了，打一个，刚打完药。是的，二打一，在顶上看到了，知道在树后，这个投注物也很悬，十二发子弹直接往前顶。这里17剩下两名队员全被补了，这波只能是往死里冲了。好的，一瞬间11兽是一穿三，完成了对 YLG 的得分。他这个人数是一穿三吗？我看着像一穿四啊。好像是一穿三到一穿四吧，反正是。反正是三起步。对，等我看一下他淘汰者，居然没有人。他只是插到 CDG 的中间，他北边刚 CDG 放了两个吗？是的，现在又变成了回收难的问题。CDG 是包住这个醒目路，他没想到居然有人直接在他眼皮底下扎进去了。是蠢蠢欲动，可能会在南边打起来的情况下会过来看一下。很有可能。哦，铁马过来直接火一枪，倚了一个。崔潇是不是丝血？崔潇是一滴，一丝就是一丝。幻神近点，崔潇一丝找到了，这肯定不能让你跑了。是的。哦呦，反应很快，但七七的侧身还是没想到。对，是因为刚才北边实在打的太多了的缘故吗？这一直吸。是的，现在
4M 可以考虑合一下了。嗯。204过来想要劝架，这波204打赢了右下角就没人了，两支战队都是赫赫有名啊，正是204喜欢挑战的对手。而且这个时候 New Happy 还在被后面的 KRG 吸引，这波确实204跟天霸应该要打就是打两支队伍的正面了，没有人干扰的那种。204应该不会越过这道壕沟。啊，他雷倒了，他会不会越过这道壕沟呢？有可能。刚说到没有，应该这个时候204没什么事，应该这个信息记得没什么问题。嗯。哇，实际兽在防区内打药啊，他还在打药，你敢信？这是天路主动过来的。是的，天路看 KRG 出去摸 New Happy， 他想过来把 KRG 这个位置给抢了，先把分数给拿掉。但减员了一个。看贴脸被闪，哦，还好第一时间下来，对方直接扔了一个燃烧弹。嗯。不太疯狂在拖时间。最后一个人。他现在想的也是尽量的换分啊。还在打药，谁说就在等他死？但是问题是他死了，其实场上还是没有拿到排名分。天霸另外一侧出手，奇迹直接打两个，又被闪了。哇哦，被喷子一喷，匆匆倒了。但是他这会儿火封了以后他也不好补哦，他再折脚火也不好补，翻下去给两个火封身。对，好，这个时候蹲他出房子位置，蹲他出房子位置，就他只能往那边爬等就行了。知道啊，他喷了一枪头，但是估计只有一发子弹喷到了。哎呀，而且这个人头还没有拿到。是的，有点气，这人是硬是扶起来然后再让他倒了。没才是倒地状态，我觉得那一会儿吧。那就应该拿到了，拿到了。牛海比现在开始推进天霸，这一波204把人都扶起来打。哦，进点 battle。先打 New Happy 了， New Happy 这里可能会先遭重，因为他们也是要吃蓝圈，把前后夹击混战。嗯，随即现在没有什么障碍到处拉开，但是他们刚才在终点的那个人已经掉了，就一定会有隐患啊。然后圈是往右下角切的，是哪里打架激烈的，给这里打架的队伍提供了一针强心针，谁打赢谁就可以做艾尔登之王。但确实哪里打架的凶，然后哪里会比较稀一点。哎呦，唐弟弟一个摆身，二零四被清了。嗯，小妖扭起来，这战斗力爆表，你基本上都会在中后段，然后会掉一个人在月三圈的时候，因为散的比较开啊，这个带来的一些副作用。天塔进，我感觉王骚骚。有个锤子的机会，这波真的是，我以为我说是被压过来有很大的机会呢。哎 ，CDG 这波在南场的两个人是一个一个在送的。哎呀，军事了，马了马了。哎呦，气死我了！看谁谁死，这不是，我真的疯了。他可是112呀！他现在想要去卡一个临墙进圈的位置，但是他这里没有什么掩体。二二一也很散，万一倒了就没办法。这现在天霸想的是，他想的是吃鸡，所以他不急。米塔二六又打一个，今年查查路血量不满，两枪的事情，米塔二六毒了，补了一枪。哇，现在打的两个队伍之间都凑不出一个满编，你还是的，先打一枪再捏雷，但这波子弹换的有点小问题，又打晕了，六杀单人六杀，但是他现在已经被锁定，是过这个坎儿，哎呀，终结了他罪恶的一生，二打一，哎，二打一有点机会吧，只是说，但天霸是恭喜天霸没有任何的问题，八个淘汰直接吃鸡。吃鸡之后现在这个名次也就